的惊喜。八婆婆，这么多山楂，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啊。看来收成太好也发愁啊。嗯，我们帮花婆婆和大林老师想想办法吧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把山楂当成饭后水果，每人每顿饭后吃一盘，这样很快山楂就能吃光了。这倒可以试试。太酸了，吃不下呀。我们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吧。蘸着糖吃山楂应该就不会觉得那么酸了吧。糖有了，我们可以做糖葫芦呀。对呀，还可以用山楂做果汁。洗衣服洗精去核，接下来就是去核了。围裙妈妈帮我们找几把小刀可以吗？你们用刀干什么？太危险了。我们想去掉山楂的核。小孩子可不能随便玩刀，用勺子也可以去山楂核。好吧。对不起阿花，你没事吧？这也太慢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弄完这么一篮子山楂呀？累死我了，休息一下。要不我们试试用吸管把山楂戳个洞，把核吸出来。看来这个方法也行不通。对了，可以用牙签试试。我看过围裙妈妈用牙签去红枣核。看来这也不是一个好办法。到底用什么去山楂核好呢？吸管。刚试过不是失败了吗？需要找一个形状相似但比吸管硬的东西，这样就能插进山楂去核了。找到了，成功，太好了。加点冰糖。让它在里边裹着糖。我们晚上邀请大家一起品尝吧。好的。快来尝尝山楂汁和糖葫芦。好吃。这回咱们的山楂不会浪费了。这个办法真好，大家快来呀！啊，你们做的这些山楂汁啊，比超市里卖的还好喝呀！那是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别光顾着吃啊，快来帮我端菜，山楂炒鸡蛋。还有山楂红烧肉、山楂炖猪蹄、山楂排骨。好疼，我的牙。看来山楂吃的太多，容易倒牙。
我先去，我快不行了。晚上我山楂汁喝的比你多，我比较严重，我先去。我也不行了，肚子太疼了，我快憋不住了。都怪你们做的山楂汁，害我拉了一晚上的肚子。我昨天也牙疼了一晚上，糖葫芦吃的太多了。可你们昨天明明吃得很开心啊。那是好了好了，糖葫芦和山楂汁都挺好，但是这些东西啊还真不能多吃。我昨天也有点闹肚子，所以解决山楂过剩还得想别的办法。不如我们把山楂汁和糖葫芦冷冻起来慢慢吃。可是冰箱里也放不下那么多山楂呀。我有个办法，可以将山楂食品送给营地外面的其他人吃。对呀，这么好吃的东西大家一定都喜欢。哎呀，糖葫芦融化了，都粘在一起了。山楂汁好像是坏了。是坏了，可能是因为最近天气太热了。那怎么办？毛茸茸说你们要借用我卖货的小推车，你们干什么用啊？本来想着装糖葫芦和山楂汁去送给路过营地的游客，但是都坏了，现在用不上了。不如做成山楂罐头和山楂糕，不仅能存放很久，还方便运输呢。毛叔这个主意好，以后把山楂食品运回我店里还能卖钱呢。对呀，我们可以把赚来的钱捐给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的公益组织，怎么样？好啊。毛叔，您这个办法真是帮了我们大忙。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会感谢您的。别客气，本来还想着可以赚一点。谢谢您。我们可以在线上卖山楂食品。这个主意好。小头爸爸等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小爸爸怎么还是没有人买呢？不好了，小头爸爸，你快帮忙想想办法吧。怎么了？我刚刚接到店里小刘的电话，都3天了才卖出去一罐山楂。为什么卖不出去呢？罐头和山楂糕明明是很好吃的吗？很多顾客都说没吃过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啊。我和围裙妈妈逛超市的时候经常有试吃活动，我们可以试试这个办法。对呀，大家尝过味道一定会很想买的。好主意，我这就去办。可是要在网上卖东西得把试吃的产品寄出去，运费可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啊。看来网上卖的东西得另想办法了。有了。我们可以把山楂糕的包装盒设计成可以折叠的手工折纸玩具啊。哇，小头爸爸折的还真像小卡车。我们还可以拍摄制作山楂罐头的视频，这样大家既可以买到做好的山楂罐头，也可以直接买山楂回去制作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试吃活动很成功，已经卖出60多罐山楂和50份山楂糕了，马上就快没货了。太好了，正好我们这批罐头和山楂糕也快包装好了。总算是把所有山楂都卖出去了，好有成就感呀。哈哈，我就说嘛，方法总比问题多。哎呀，糟了，忘记留我们自己吃的部分了。多亏了大家，山楂过剩的问题终于圆满解决了。
感谢大家，这次卖山楂的收入都已经捐给了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公益组织。太好了！